嗨，大家，我是 AB 麻。相机非常轻巧，我都放在口袋，然后就是想要拍就拿出来。但是一件紧身，背景是模糊的大光圈的状态。因为独立的一张，然后在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的位置旁边有一颗很大的石头。有花，圣诞红是有毒。韩国是吧？对啊，打一点，一点奶子吃就好了。韩国的那个。那叫我喝。好。那我喝喝看这个茶。人你也摔掉我。外面的东西收一收，要不然晚上会被小狗小猫叼走哦。要长地租嘛，那他觉得他没了，他就取消。哦，很多都这样，就去吃。哎，还真的还蛮顺哦。他这柠檬很多啊。你熟就对了，我不熟啊，那是朋友。因为我们有露营协会嘛，啊有一次开会去那边。
放在这个桌子下面了。嗯，手拿这一台 ZV-1 非常轻巧，大概不到300克，它的萤幕有侧翻的功能，它可以180度侧翻转念。那这台相机呢，就是非常适合自拍或者是部落客分享，随时可以观看自己的状态。在 C2 的地方，我们称之为开箱模式。如果今天你想要近距离的部分可以快速对到焦，你只要在 C2 的地方它按一下，就会零失误的对到焦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完美手了。ZV-1 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脸部优先测光，让你的脸不会过暗或过曝，以你的脸为主要的测光值。再来是另外一个特别的功能，柔肤效果，有分中高低三个阶段可以选择。要特别感谢 Sony 的赞助播出。拍摄体验就到这边，那喜欢的朋友就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回来了。好，拜拜，下次见啦，下次再来。银竹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妈妈。